뭐 된다. 在台湾待过，学中文，学中文，学中文，比台湾老婆学比较快。 这是屁股吗？肚子。肚子。380公克喽，大腿、大腿，都标准哦，而且都平均，头啊、肚子啊、大腿都平均哈，而且领先一点哈。 男生呢，男宝宝，哎，比较大一点，淡淡紫紫的，淡淡紫紫，好，看清楚啊，好，哎，从头开始，好，这是宝宝的头，放大到最大哦。 It's moving. Why does it look like his head is detached from his neck? That's just how they do. Just the shadow. I'll explain later. Right. 脑子的脑脊髓液，好，0.7，水量也刚刚好。脑子有一点水，那个是保护脑组织啊，不要让脑子受伤的。This is water in the kid's head. It's like a butterfly shape or something. Small brain. It's fine. 颈椎，脊椎骨。 可不可以听他的声音？我们按照顺序，等一下再看哈。好好，谢谢。好，颈椎、胸椎、腰椎位置，脊椎是连续哟。好，总算要连起来了哦。脊椎不要断掉，有时候会中间断一根的哈。I think he's hiding his hands. I don't see his hands. No, they're right there in front of his body. Look, you can see them. Oh, okay. Yeah. They're right there. 手背、前背、手掌。 See? See? Maybe it's just oh. Is he sucking his thumb? Yeah, my ear. Oh, oh, oh. 一、二、三、四，好，放眼睛旁边这里啊。好，这就是右手。好，脚啊，脚在这里。衣服拉高一点，脚越来越长了。这是大腿，大腿，小腿，小腿，脚踹到这里来了。 腿很长哦，踢到这里腰，不那么严了。他姐姐一样，大腿。腿很长啊，长腿宝宝，以后个子很高。来，脚丫子，脚趾头，一、二、三、四。这里是。
出口, exit. No, this is 子宫壁, this is wall, 然后这是肠子, 这里是遮起来的, 这里没有出口, 出口在这里, 这里是子宫壁, 因为我没有看它, 我看这里, 对啊, 这里是很高的地方, 好, 嗯，对呀，就是头，嗯，也才是很清楚了哈，我们数很多次啊，嗯，才不会看错啊，每次都看，哈，嗯，很耐看，嗯，看不腻啊，好，心跳哈，我们要听心跳，心脏的构造，心脏隔四间，左心室、右心室、左心房、右心房啊。 听心跳咯，哦，很强壮啊，嗯，146下，哦，速度146下，哦，嗯，小朋友120到180左右，哦，小朋友都比较快的，这样标准哦，哦，刚刚好，没有太慢，没有太快，哦。 强壮规律的心跳，每个内脏啊，这是肺脏，好，那这是肝脏，好，肠子薄薄的肠子，这是膀胱，好，那这是胃，看到了，肚子里面的内脏，好，啊，这就是五脏，嗯，对，脐带，看怎样。 在血管啊，流血流啊，氧气、养分一直在运送，好，血流就会一直流通，运送氧气、养分给宝宝喽。羊水啊，羊水也够，上下左右都有，好。屁股。嗯，三转。那这里面游泳的哈，啊，游来游去啊，翻来翻去哦。嗯，胎盘也很均匀，没有破掉裂开啊。 没有出血血块，啊，没有看到胎盘破裂，没有看到胎盘早期剥离的情形了哦。哎，三长的通道，啊，这是 X 线这边的哈，好，通道没有打开了，啊，这个是子宫颈的阴道，离出口很远啊，哦，通道没有打开，宝宝没有往下掉。 过了这里出来就外面了，这里就外面了，哦，很远，没有要掉出来，没有要早产的现象，哦，好，子宫壁正常，好，我们要照相，然后照视频，我们还要换一个角度哦，看点，嗯，照特写。